是的，这是布莱克的命令，你自己能看是不是？他们拒绝了我们，他们以为我们吓唬人，不久他们就会明白。你今晚能送来？是的，准备好了。你的脸色很难看，感冒没事，我的感冒越来越重了。今天晚上你把钱拿出来，当然了，布莱克会把现金送来，然后你来一趟。我把钱给你，好吧，我将准时停止营业。今晚这可不是个消磨的地方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有人在这儿。他会听见什么吗？今晚不能有侥幸心理。我去收拾他，你们走吧，等会儿再见。喂，谁呀？考林吧，请讲。我是弗瑞泽。厅长，我发现新情况，事关重大。你的报告我看过了。不是有关毒品的事，是别的事。这事是我无意中撞上的。好了，别打哑谜了，有什么事说吧。现在不能谈，我在老地方和你碰头。马上就到。弗瑞泽，弗瑞泽。
别担心，我在这儿呢。两天前我和他一块喝过酒，他说他有个预感。哦，真的是什么？他预感离死不远了。啊，这倒是我听说的最应验的预言。我希望你没和他打赌。我可没有这种财运。把弗瑞兹的所有东西都弄来。是，我懂了。他曾经说过什么？没有。还插手什么案子了？贩毒案，在秘密调查。那么温妮和他在一起，他在单枪匹马的干什么？这怎么可以呢？这次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所以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是件重要的事。还说别的了吗？考你吗？请讲。我是弗瑞泽，厅长，我发现新情况，事关重大。你的报告我看过了。不不，不是有关毒品的事，是别的事。这事是我无意中发现的。啊，好了，别打哑谜了，是什么事儿？快说吧。现在不能谈，我在老地方和你碰头，马上就到。Fraser， 就这些，就这些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儿，记分卡，滚木球用的。弗雷泽在滚木球场打电话。嗯，我们知道是哪儿了。好了，马上去那儿，严密监视。监视什么？别问我，你应该明白，你吃的就是这碗饭。竖起耳朵，睁大眼睛，注意异常情况。老板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了就好。监视，我马上行动。好吧，我们从现在开始。开始？嗯，开始什么？嗯，不知道。你参加过几次这样的监视？啊，没几次。你很幸运。他们只不过监视房子。对，现在需要看、听和观察。你说不采取任何行动？你还想宣布我们在进行监视？或者大声吆喝谁来招供吗？这也许是个碰头的地点。对，也许是。但是谁和谁接头？为什么？是那边那个吃花生的家伙吗？嗯，是他吗？哦，好了，鲍迪，等等，我们在他们身上下毒。哦，行了，我们干嘛这样站着？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没错，有时得一直站下去。我是说，你发现什么行踪可疑的人了吗？是的，是我们。好了，我们玩球去吧。钱呢？啊，你常玩球吗？你呢？我先问你的。好吧，谁输了谁买酒。你没玩过？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你玩过，会下大赌注的。这体型可不怎么样，可不是指这位。你去租鞋，我去转一圈。好，多大号码？九码。你盯着看什么？你技术不错。你要两码的鞋吗？啊，要八码和九码的。
他认为我们是出血给的，球上都有洞。啊，你要哪一个？这个。啊，你以前玩过是不是？你有时间吗？有，如果你想玩的话。你戴表了吗？嗯。这个表经常出错。今晚很准，没错。你想玩球吗？不，我很忙。他神色紧张，也许他不喜欢你。喂，我是弗兰克。你在哪儿？在贝德福德，东西都弄好了。你把钱给杰克了吗？他还没有来，但布莱克已经来了。今晚一定行动。那家伙解决了。别担心，一切正常。不然我们现在早该听到什么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已经处理过了，等你来了我再告诉你。我马上出发。好，待会儿见。晚上好，多大号？九码。请标40便是。谢谢。你怎么得分这么多？我想可能是运气好。嗯，是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也许把你的分加上去了。嗯。我们玩几圈了？三圈了吧。真是神速。是吗？你脸色真难看。我觉得不舒服。全给你了。谢谢。好好睡一觉，你需要休息。我会的。你是怎么了？这工作简直是浪费时间。是的，十有八九都是这样。但要看到光明的一面。什么意思？我要赢了。要我帮忙吗？我们能行，谢谢。还是让我来吧，我有医疗经验。不用，我们是学生，是医学院的。那好，我们处理得了，非常感谢，听见了。哎，给我们让条路好吗？不是所有人都感兴趣。
出了什么事儿？那人摔倒了，昏了过去，好像病了。怎么样？他的脉搏非常微弱，心力衰竭，情况很糟啊。那么是什么引起的？嘴唇周围没有泡，而且看起来像是中了什么毒。中毒？嗯，自己服用的。我可不是超人，我得进行化验，那需要时间，而他却没时间了，快死了。死的不是时候，怀里还揣着5000块钱。燕子。燕子，燕子，快回魂魄球场再带一个帮手，跟你行吗？谁都可以，快去。好。燕子，燕子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，笨妮，待在这儿。好啊，如果你表现好，我们就给你送份柠檬水来。对，急了。他怎么了？哦，没事了。我想只不过是感冒而已。哦。你玩球吗？无所谓。干嘛不玩？你没输多少啊。嗯。哎，他还没来。谁？就是你正等的那个人。这钟还是挺准的。我想我该找个活干了。那不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。也许正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。那好吧，去吧，聊天吧。你这样说可让人受不了了。哦，难道还有别的方法不成？是的，我喜欢审讯调查之类的词。事实上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我的工作。再见，再见。你好，你好。是你和另一个人把那人送到医院去的吗？没错。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你认识他？以前从没见过，但一个顾客在这儿昏过去，你知道我不想让人控告我们。他不会去控告任何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你把感冒传染给你的顾客的。啊，是感冒。是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想喝可乐吗？你经常玩球？不太玩。你是干什么的？牙科诊所的接待员。哦。你不喜欢牙科医生是吗？谁知道，我好多年没看过牙了。我最远走的皇冠就是街角那家酒店，喝几杯酒，靠酒后之勇。牙就不疼吗？从那打个电话给医生取消预约。这是常发生吗？大约一周两次。你需要帮助对不对？问你呢。我们到外面去说好吗？到外面。啊，好，为什么不？小伙子，我们玩几局怎么样？当然可以，给你。啊，不是玩木球，怕浪费您的时间，我刚学。玩玩而已，我们也许会学到点什么。我是否可以说点什么，先生？又来了。刚才我提出和你比赛，你不感兴趣。刚才是刚才，那会儿不想玩，怎么样？哦，我懂了。
可我不满意。我说别管我，你们二位来一盘怎么样？哦不，他邀请了你先生。这样吧，我们三个人一起玩，你同意吗？为什么不呢？高兴了？陛下让我笑容满面。老弟，像你这样的肩膀，你不该玩这种球啊。我的肩膀没毛病。我是指肩膀上面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顺便问一句，那个人怎么样？送医院那个？我根本就没有问他。奇怪，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啊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医学，我不过是家庭职业的牺牲品而已。我说你们俩打算玩球呢还是说话啊？玩球玩球玩球。你每星期都来玩球是吗？嗯哼。你想干这个？30英镑怎么样？25。我希望你是个称职的医生，可你却是个蹩脚的妓女。但是我需要钱。是吗？为什么需要钱？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需要钱。不，说吧，是谁给你的毒品？我不是在等卖我毒品的人，我是在等一个朋友。那好，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叫你的，我有许多朋友都叫叫你。叫你，他叫你，他姓什么？毒品贩子。他姓什么？弗雷兹，但他不是毒品贩子。弗雷兹，你在等叫你弗雷兹，是不是？你认识他？他在哪儿？是的，我认识他。他在哪儿？我应该说，我曾经认识他。弗雷泽原来要是给你带毒品来的，对吧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是在今晚，但他没有来。那出了什么事了？他打电话给我，把约会推迟了。他为什么要推迟了？好了，他肯定说了。好了，他肯定说了。我没有。想一想。不。他在调查什么燕子啊？燕子？是燕子。那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我说，就10英镑，你到我那儿去吧。哦不，你到我那儿去吧。把他带回去吧，你。告诉老牛，他在等弗雷兹。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，姑娘，他连20英镑是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你运气不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脚越线了。这是没有事、这是犯规球。不，这是个好球。他说的对。你少插嘴，我盯着了，非常仔细。我在滚球。那你再滚个看看。你这是没事找事还是怎么的啊？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。他喝多了，我会设法让他清醒过来的。放手。你们继续玩吧。你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镇静点，他有病，他精神不太好。我得了个满分。好了，没事，谢谢。十个柱全都倒了。是啊，你得了个满分，可你暴露了自己，是不是？像你一样不起眼的戴维吧，举八个里亚斯撞进了迷魂阵，那可要引起轰动。刚才干得不错啊，不过在我们执行坚持任务时，你显得得像个胆小怯懦的人，得忍受别人的欺负。我是个胆小怯懦的人。两份可乐，亲爱的。好的，先生。想知道那姑娘的事吗？我从不自长吹牛皮。给您，先生。她在等弗雷兹。是吗？多少钱？30便是。她提到了燕子。哇，
燕子。是的，燕子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就是燕子，燕子，燕子，燕子不是鸟吗？弗雷泽去抓鸟，也许吧。而那个金发女郎，不管她是谁，是和贩毒案有关。哦，弗雷泽调查的是另一件事。还有什么？我不过和他碰头，没别的。可惜他什么也没说。他说什么贝德福特，贝德福特，贝德福特，就到这儿吧。可我们还没有比完呢。你已经赢了我了，你看得很清楚。有一点要记住，你也许只输一次，但赢得整个战争。年轻的先生，弗雷泽为什么不能讲得更具体一点呢？他没料到正好撞到一把刀尖上，那就是为什么。他们快关门了，11:30，一无所获，浪费时间，白等了。哎，我们干嘛不把每个人都带回去？老板就得花上大半夜审问他们，尿急了可以回家了。也许他会称赞我们。称赞？我不会把这样一个好主意占为己有，对吗？你得承认这是我的主意。但很勉强，还多少带点儿羡慕之意。你知道你是什么人？我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。弗兰克现在该来了，他一到就给我打电话。你直接和贝德福特吗？是的，你往那儿打。是姑娘们，是那家伙。你们，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家伙。你就这样拍家庭快照吗？我可以向你们解释，如果有任何声响和举动的话，当心拧断你的胳膊。我这一只是两只。你赚钱软着捏是不是？不行，我没时间。一轮到我头上你就没时间了。真是捣乱，让他看看你的证件袋。等一下我会去的。呀，你找我。
那家伙要干什么？啊，他在玩拼图玩具。你被捕了。打他这个大个的芬妮，什么原因？他妨碍执行公务。这位喜欢拍照片，也许 Colly 会对洗出来的东西感兴趣。要知道这不是私人汽车。这是个爱好，仅仅是爱好。给他登记上扰乱治安。可以把照相机还给我吗？啊，快点吧 David。 那个青年男人怎么回事？ Tyler， Martin Tyler， 卡车司机，没有前科。他情绪不佳，因为他的女朋友把他甩了。是吗？ Cregan 什么？这儿这个人是 Cregan， 是特别部的。他在滚球场干什么？给我接亨特。啊，不，等等，我亲自到那儿见他好了。我说你怎么知道 Cregan 的？在这儿。你的人拍的？我不知道你会派人干这种事儿，可真有你。我们串线了，亨特，特别部和刑事情报五部，我们干预了对方的工作。我已派两个人监视那俱乐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晚上损失了一个人。 Fraser 他很能干，他给我留下了那个球场的线索，但仅仅是这些。听到 Fraser 遇难，我很难过。跟踪 Black 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。 Black，Thomas Black 就是这个胖子，他组织了这个虚无主义的白色非洲小组，光吹大话没行动。我们仍在监视他们，这些有用吗？他想干什么？老生常谈，什么取消所有制裁，承认白色非洲，还有什么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空洞洞的恐吓。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真正破坏。Hunter， 能和 Cody 先生通话吗？可以。你的？哦，谢谢。为什么？在医院那个人的身份查清了，他叫杰克·塞乌德，是帕尔布莱特的工程师。帕尔布莱特你应该知道，就是核废料回收工厂。我了解帕尔布莱特的情况，谢谢。打个电话。帕尔布莱特是怎么回事？但也没事。请找威迪大夫。我 Church Colley。 你说他们是一个很小的小组，他们有基金吗？布莱克相当有钱。哦，威迪大夫，诊断结果出来了吗？现在结果还没出来，当然了，这些检查需要时间，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。老师，我给你个提示，你是否能做出合理的猜测？是什么？他会不会是核废料放射性中毒呢？知道了，谢谢你大夫。一个小组，亨特，一个不起眼的小组，怎么才能行使权力呢？他们需要什么？哦，不，我认为是的。 Black 在哪儿？他正在返回 Bateford。 Bateford？ 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这个地方？你没问我。我们需要防核弹队和一架直升飞机。炸弹？我们要关门了，谢谢大家的光临。哎，孩子们，姑娘们，该睡觉了。你来晚了，没出什么事吧？没呀，路上受了点阻，车多。但愿你回去的时候别出事。别担心，那时我早没影了，估计十分钟内我就可以脱离放射性污染区域。一切都已经定好了，你只需要按一下那个按钮启动它。那么我有多少时间？25分钟。当这个宝贝一爆炸，方圆5英里以内东西都完了。
但是如果他出点差错，我也完蛋。今晚就这样了，没戏了。对不起。什么？燕子滚木球俱乐部的？是啊，我们送你回去。啊，不用来了。开车。能告诉我你们是谁吗？究竟你们在玩什么把戏？我们去哪儿？回我们那儿。Good night.可来过了，我已经准备好。好，你在午夜摁下按钮，然后离开。Trigger，他还在里面。他刚接了一个电话，怎么回事？考雷说出了防核单队。防核单队，我们要搜查这个地方，请跟在我们后头。如果发现他想靠近任何按钮或者拉杆的话，马上把他打死。听见没有？好。先生，怎么回事？原子弹。坐下。Collie在哪儿？出去了，搜原子弹去了。哦。搜查，没错，藏哪儿了？在哪儿？你找吧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他不在这儿。黑色星期五，真是极大的讽刺。白色的非洲，黑色的星期五。如果你们政府认真对待我们，也许会是一个干净的白色的星期五。如果他们那样做，那么伦敦就不会变成一片废墟了。伦敦，明天是星期五，没错，再过15分钟就是星期五，现在是11:45。这样不行，我需要更多的队员。炸弹在伦敦，少校，但不知道位置，只有你的小队有能力对付原子弹，少校。苏格兰也有一个，可是立即出发，返回伦敦，我们有可能在星期五之前赶到。你最好一块去。现在我们发现了什么？一颗炸弹，原子弹。对，原子弹。对，什么时候爆炸？它肯定跟那个滚木球场有关系。肯定，事情是从那儿开始的。我们又在那儿找到了他。他到得很晚，提了个手提包，但没有没玩球，走时也没带手提包。那个包正好能放下一颗炸弹，对吗？谢谢，我是 Colin， 这是一个紧急警报，所有政府高级官员、皇室成员立刻进入防空洞。那普通老百姓怎么办？比如你和我，亨特，去滚木球场，
炸弹肯定还没搞清楚，那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另一个地方。飞行员，飞行员，把飞机停得离俱乐部越近越好。考雷呼叫，派辆车接我们。不许动，所有的东西。Frank， 你启动了吗？你摁那个按钮了吗？摁了吗？他疯了，有的是其他的炸弹，他为什么？告诉他少校，在这个国家里，约有100,000人懂得并掌握用步造原子弹的方法，但是这种炸弹还是很原始的，不稳定，比在130度的温度下控制硝基还要难。如果炸弹落到不合适的人手里，那个人就是一个引爆器。现在几点了？12:09。他们，他已被启动了。啊！炸弹在午夜被启动了，我们必须返回去。午夜，因此它是定时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定为25分钟，赶快拐回去。25分钟，现在已经过了5分钟了。你们打算什么时间把这东西降下去？再过5-6分钟。再过5-6分钟，你们感不到了，这很清楚。我们得拐回去。怎么样？已经启动了。一切正常 ，Frank。天哪，我们根本不该待在这儿。如果现在走，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。哦，我的上帝，你们不要命了？那么想想办法。打开手铐。嗯。好，镇静，你仔细想想，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东西。对，工具箱。叛徒，可耻的叛徒。他昏过去了。好，快点，年轻人，快点，把他塞到车里去。那一辆好了。对，出发，出发。你醒醒，醒醒，你快点，你还有事干呢。你醒醒啊，醒醒，快点。就这些工具是吗？快说。就这些了，我会用得上他们。现在我要你扶着这儿还有那儿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醒了，好了。好，你扶近点，我要把它掏出来。扶好了，扶好了。见鬼，他被卡住了，我挪不动他。你把螺丝刀的尖儿插进那个槽里，当我往外拉的时候，你慢慢往外翘，好吧？啊，好吧。来，不好，在这儿。哦，你要慢慢的、平稳的向外推。
一、二、三。好，他往外出了。再动一点。对。再出来点。再出来点。再出来点。别停下来。好，再出来一点。好。你拖着这儿，我把这个螺丝去掉。你扶紧了，扶紧了。好，再来一点。好，好。好，再来一点。好，都出来了，你可以拿掉螺丝刀了。现在憋住气，把那个球扶稳。你的手稳了吗？你手扶稳了吗？我问你扶稳了吗？不知道。你想试试看吗？拖着他。非常的，非常的平稳，不能斜，懂吗？记不清了，红的，对对，是红线。你别着急，还有三十秒呢。没事了。怎么？他拆了。他是谁？是个忠于事业的顽固分子，但还没有准备好去死。啊，我总是说任何行动都难不倒一流的高手。你们俩能干极了啊。非常了不起。